当我把家里的吃的都换成仿真模型。哎，厂长，你说你吃这玩意儿多干呐、啊？不干呀、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哎，你喝个牛奶吧，我刚给你热的。你给我热的？啊。行，来尝尝。啊？哎，这他不进来呀、啊，这个。啊，菜那个啥，我熬的有点久了，它有点糗，你端起来喝，端高点。能喝吧这？能喝啊，那肯定能喝。把鸡蛋换成假的。哎，畅畅啊，中午吃啥呀？我都饿了。吃这番茄炒鸡蛋行吗？正好有番茄酱的吧。行，那你整吧，啊、我歇会儿去。你去。好饿啊！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咋了？这鸡蛋打不开。这打不开，那可能鸡蛋放时间太长了吧，它硬化了。鸡蛋放时间长了打不开？啊，你使点劲儿呢。这，你使劲儿啊！你没吃饭吗？你使劲儿，让你。来吧，来。哎呀，快快快，饿死我了。哎呀，这西红柿炒鸡蛋看着就好吃，快吃，尝尝。你翻啥呢？不是你这个，这么多鸡蛋呢？鸡蛋有营养，你快点吃，快吃。哎呀，我想吃点番茄，我爱吃番茄啊。这不有吗？这不有吗？你吃呗。你太少了，我加点番茄酱。哎、我炒的时候加番茄酱，我现在加什么番茄酱啊？哎呀，我想吃番茄嘛，我加点呀。你想吃加自己碗里，那我给你也加点。我不要。哎呀，来点吧，你加点，加点吧。哎，畅畅，你别生气了呗。哎，我给你叫了一大桌你爱吃的。我欢喜。我操！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你下血本了，浩哥。怎么样，这菜系？哎，全是大鱼大肉。行，原谅你了啊。快尝尝吧。别着急，别，吃口面包，面包，面包，面包。